打正确不敢发力，是不是？这么推的话呢，其实各位，你看啊，很容易停袋口，球进不去，因为啊，你的力太轻的情况下，容易力发虚，尤其是紧张的时候，尤其是紧张的时候啊。这个球我们正常打的话呢，大家要注意怎么打呢？如果想用就是推杆的话啊，中力推啊，这样拉短出长，把杆稍微的送长一点，中力推，把力推实一点，知道吧？就是推杆的时候啊，力不要发虚啊。有的人打这种小推子，你看这杆头啊就不敢出了，看到没？杆头就停在这个位置了，这个力就没有发出去，这样进球率就很低。拉短出长啊，把力发实，中力推，拿高杆啊，拉短出长啊。